马叔，快来吃水果啦！我不是马叔，我是超级灭霸。OK， 超级灭霸，吃点水果吧。我不吃水果，我要吃甜甜圈。哎呀，吃甜甜圈很容易长胖的。还是吃水果吧，补充维生素。月儿，快去帮我把甜甜圈拿过来。我才不去呢，要吃你自己去。你不去，我就把你变成老鼠。你变啊，谁怕谁？变老鼠。哦，月儿变成老鼠了。哦天哪，马叔，你快把我变回来，我马上给你拿甜甜圈。OK。马叔，对不起，我现在马上去给你拿甜甜圈。超级灭霸，给你甜甜圈。甜甜圈。好吃。哈哈哈哈。我是超级灭霸。月儿，我要玩你的 iPad。不行，我现在正在用呢。不给我，那你也别想玩。我的 iPad。月儿，现在你去帮我写作业。不行，作业要自己写，不能帮别人写。不帮我写，那你就再当一次老鼠吧。变。月儿又变成老鼠了。好好好，马叔，我帮你写作业还不行吗？快把我编回来吧。好吧。我这就帮你写作业。yes。我突然有点困，要睡一会儿。月儿，我还没睡醒，我现在很生气。变，你变不了了。这什么呀？好甜呀。马叔，你的作业还没写，快去写作业。写作业？不可能。马叔，如果你不好好写作业的话，我就把你变成小猪。变小猪，谁怕谁呀？马叔变小猪，变！Oh no！
月儿，对不起，我自己写作业，快把我编回来吧。这还差不多，编。不能小猪了，月儿，我马上去写作业。去。马叔，楼下被你弄乱的房间，你还没有收拾，快去收拾。好的，好的。哇，开始收拾吧。OK。月儿，刚刚 sorry， 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做的。哇，善良的马叔回来了！耶！哦，马叔，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家里还有一些盘子要洗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快走吧！哎，等等，朋友们，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走。Fun me, fun me, fun me, fun me， 玩具盒。